北京首发 LVSMILSBARR，2018年7月1日，引领全球团操健身风潮的知名品牌 LVSMILS 莱美，携手连锁健身品牌 Ship 速健身，在北京山水博宫召开新课发布会，正式宣布 LVSMILSBARR 课程进军北京市场。品牌双方 CEO 亲临现场，并进行了 LVSMILSBARR 课程授权合作交接仪式。莱美国际培训师现场带来了纯正 LVSMILSBARR 课程体验，旨在将这个融合了芭蕾动作，同时具备力量、塑形功效的现代经典训练课程，推荐给更多健身爱好者。打破传统芭蕾塑形热潮兴起，传统芭蕾高贵典雅，一直是消费者心目中象征优雅的代名词。相比于坐拥几百年历史的芭蕾舞蹈，芭蕾塑形是个不折不扣的近现代产物。1959年，一位名为 Barry 的德国舞蹈演员在伦敦成立了第一家芭蕾塑形课程的工作室，课程基于芭蕾动作，融合了普拉提和瑜伽。随后 Barry 的学生将这一课程传入了美国，广受娱乐及体育界明星的追捧，成为新的健身热潮。Waxer 全球洞察力2016年数据分析表示，从2013年到2015年的三年间，全球芭蕾塑形课程和培训的增长率迅速提升，达到了 141%。 美国运动协会统计，已有三分之一的健身俱乐部，超过700家开设了芭蕾塑形课程。它的广受追捧源于其打破传统，将流行与专业相结合，融合了芭蕾舞、普拉提和瑜伽，以核心、塑身、力量等多种类型相结合，搭配现代音乐，带给健身爱好者塑形和修心的体验效果。Ship 速健身让健身变得简单愉悦，新型健身潮牌 Ship 速健身旨在为城市潮流人群打造健身和减压一站式解决方案，在特大和一线城市核心时尚商圈开设连锁团课工作室。目前在北京开业的店铺包括朝外店、三里屯店、将台店、中关村店、中关村瑜伽馆等，主打全能减脂训练团课。莱美 LVSMILS 授权课程、战神搏击 TRX 等自研小团课等。 Ship 速健身非常看好 LVSMILSBARR 课程，因其打破了传统概念中芭蕾健身高度专业的壁垒，将核心、塑身、力量等多种类型动作与流行律动音乐结合，30分钟碎片时间的课程里即可做到燃脂、提升气质、增强平衡感，又训练了臀部、大腿和核心肌肉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能令体验者感受愉悦、放松身心，愿意更多尝试健身，而这正是 Ship 速健身始终追求的目标。新课发布 LVSMILSBARR 正式登陆京城，7月1日， Ship 速健身与 LVSMILSBARR 课程研发品牌 LVSMILS 莱美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并进行了现场授牌仪式。这意味着在北京到 Ship 速健身品牌店铺就能体验到最新 LVSMILSBARR 课程。其实在此之前，品牌双方已在诸多团操课程上达成了深度合作。 LVSMILS 莱美中国 CEO 郑女士、 Ship 速健身 CEO 曾强先生此次新课发布活动吸引了众多品牌拥趸者亲临现场。澳大利亚东南亚 LVSMILSBARR 项目负责人、国际培训师 Injectment 现场为大家带来两节原汁原味的 LVSMILSBARR 体验课，分别为全球最新 LVSMILSBARR 03及 LVSMILSBARR 01、02 Mix 体验课，堪称前所未有的抢先体验。基于芭蕾动作又无需把干的的 LVSMILSBARR 塑形健身课程受到了现场体验者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表示30分钟课程就像徜徉在音乐的流淌中，
于汗水中释放了身心，更领悟到传统芭蕾的优雅与魅力，填补空白，成就新兴健身趋势。Shape 塑健身北京首发 LESMILLSBARI 不仅丰富了课程选择，填补了京城健身在这一领域的空白，更给健身爱好者带来前所未有的热情及独特体验。这种基于芭蕾动作在音乐中完成塑形健身的课程，保证训练效果的同时又避免了冗长拖沓，贴合追求简单愉悦的年轻群体的消费需求，势必更吸引日益增长的千禧一代18岁到34岁新进健身，为健身市场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